你看你早上，你这毛病能不能改？啊？能不能改你这毛病？你瞅你嘴上喝的全是奶，你看看，给人整的哈喇子，能不能改一改？你瞅瞅死了死了哈喇子，你瞅瞅。你看整个人身上直刺挠，你看看直刺挠。妈，是不是改不了了？是不是改不了了？啊，是不是改不了了？回来，给我回来，老四，给我上来。你都给石榴舔的，你都给小石榴舔成啥样了？老四啊，你都给他舔成啥样了？你看看，天天给他搓，天天给他搓，整人身上全是哈喇子，一点不让人省心呐！老四啊，你是真一点不让人省心呐！你是真气人呐！四哥是真气人呐！四哥呀，你也是，你非得让他舔啥啊？你非常舔啥？舔啥？舔啥？你不会躲一躲呀？不会躲一躲呀？啊？不能躲躲呀？这脑瓜都舔秃噜皮了，脑瓜都舔秃噜皮了，你看脑瓜给舔的。哎呀，气人！真气人！以前买二斤的是181，不是咱这这款老铁们，不是咱这款啊。然后呢，我整个罐头啊，家人们，这个罐头是咱这个大罐肉罐头啊，375克一罐，全犬种，适合全犬种通用啊，全犬种全阶段适用，老铁们，这个罐头啊，全犬种全阶段适用啊，家人们，一罐罐头是375克。一共是发六罐，老铁们，一共发六罐，六罐罐头加一块，一共是2250克，2250克啊！来，四哥来，四哥好了，四哥这个不能亲媳妇，老四来上，老四不上是吧？老四看球，哎，1、2、3，上，老四上来，上来老四，啊，撇了啊，老四上，上老四上，老四上来，上1、2、3。四哥一下去人就没，四哥一下去就走人啊！我发现家人们啊，你们真是啊，就看老四，老四一下去你们就走，老四不走你们也不走啊！吃罐头啊，吃罐头，家人们，狗子嘎嘎喜欢吃罐头啊！哎我操！哎呦我操！哎呦我操！哎呦我操！大罐肉罐头啊，老铁们，这家伙罐头太紧了，装太多了，这罐头装的太多了，家人们，一整罐罐头啊，家人们，满满一大罐375克啊，家人们，满满一大罐375克啊。捡完了，哎呦我的妈呀！这这么快、啊、不知道以为秃了猪毛呢。啊家们29.9块，家们29.9块给大伙发六罐罐头，大罐肉罐头发六罐，我一会儿给我四哥他俩安排上啊，老铁们。我们的爱情像你路过的风景，一罐两罐三罐四罐五罐六罐，啊家们，罐头啪一发六罐，有需要罐头的怎么又亲上了呢？咱这是绿色直播间，绿
咋了？你总亲他干啥呀？这玩意儿哪儿有味儿哪儿香啊？我咋闻不出来哪儿香呢？来，家们，拍一发六罐啊！家们，家里狗子有挑食的，不爱吃饭的啊，家们都可以拍这个罐头给狗子拌凉。家们，拍咱的这个罐头给狗子拌凉吃啊！老铁们。六罐罐的总共是2250克，一共是4斤半的罐头，家们，4斤半。啊，这两口子真可怜，一直被老爷念。哎，分罐头来，分罐头不能舔了啊。哎，罐头啊，家们，拌凉吃或者单吃，这么喂都可以啊，单吃。这么喂都可以，孩子啊，狗子老喜欢吃的啊。发六罐，老铁们，里边有鸡肉、牛肉，还有南瓜。鸡肉、牛肉还有南瓜啊，小罐头，老铁们，哎，来吃着。好，你看一下吧，一大口，狗子嘎嘎喜欢吃啊，拌凉吃或者像我这么单喂都行。像我这么单吃都可以，家们啊，给他带整个小盆儿，家们给自己家狗子倒个小盆里头，啊，像我这么喂就行，啊，哎呀，四哥真开心呢，这老是吃罐子吃的真开心呢，四哥，那石亮来一个，来大口，老四，你看你别总跟你媳妇抢，那玩意你没吃过罐头啊，老四啊，没吃过罐头啊，总跟你媳妇抢啥呀？可怕，切肉切着老爷自己来一口，拌凉吃，家们就跟午餐肉一样啊，这个东西狗子不爱吃饭的，家们买一袋罐头，家们啊，家里有狗子的啊，有需要的他待会下一单啊，有想买罐头好吗，都可以拍一单啊，狗子不爱吃饭挑食啊，给他拌点罐头，你家狗不，你家狗肯定喜欢吃，家吗，这个罐头你家狗子肯定喜欢吃啊，来，嗯，狗狗真可爱，谢谢大家啊。看这罐头。给你媳妇来一口行不行，老四，给媳妇来一口。我四哥今天一天没少吃这罐头。嗯，他没少吃。四哥真没少吃这罐头，今天四哥至少得吃两罐儿，老四吃两罐儿，嗯，给小的一块儿，我给他呀，给可能给不给小石头一块儿，家伙，肯定得给小石头蛋子整一块儿啊，我不给小石头蛋子吃，老四也不能愿意呀、啊，我四哥能愿意吗，家伙，四哥，啊，老爷。老爷家六只狗都不卖的，别问了啊！谁说的？谁又说买我家狗？啊？踢了他，客服，买老四，老四，你告诉我，老四，老爷问你啊，如果有一天我想卖一只狗，老四卖谁？卖他还是卖你？四哥。卖谁？老四，卖石榴，卖石榴吧，老四，是不是？卖石榴，我把它卖了啊！卖他呀！老四现在有点迷糊，他指定有点迷糊，知道吗？平时老四肯定不带卖石榴的，老四如果要是卖的话，也是把我卖了。就光平时的时候，老四只能卖我，他不带卖石榴的。老四，你卖谁？你好好坐，老四，你咋坐好？坐好了，老四，坐好了。你往那边坐，你往那边坐。哎呦我操！四哥上来！完了，把我四哥整上去了。老四上来，老四来，一二三，老四。老四咋下去了呢？给老拿球啊！我给老拿球去，我给老四拿球。罐头拍。
一发六罐，家人们，啪一发六罐罐头啊！哎呀，四哥看球，老四来，上来，那上坐这儿，坐坐这儿，坐这儿，上来啊！好。好，四哥坐好了啊，四哥坐好了啊，给我四哥这小球一袋，好，看啊，家人们，这回老四指定卖我，你看着啊，六只狗缺一不可啊，家人们，罐头啪一发六罐，想买罐头的好朋友可以拍那罐头啊，给狗子拌粮吃。啊，给狗子拌粮吃，不吃包退啊！老四，老爷问你啊，我现在我想卖一只狗，老四我不想要了，我是卖十六还是卖你？老四，来问你卖谁？老四卖谁？老四啊，卖谁？老四，你再说一遍，卖他呀！老四，你咱俩配合一下，老四啊，咱俩配合一下。卖谁，老四？老四卖谁？卖谁？迷迷糊糊的老四，你现在迷迷糊糊的，迷迷瞪瞪的，一会儿卖我，一会儿卖他的，来吧，吃吧，家人们，老四别说了，啥也别说了，家人们，还让我四哥吃吧，赶紧吃饱了，我四哥肯定没吃饱，我估计四哥应该是没吃饱。啊，没有劲儿，四个没吃饱，没有劲儿，赶紧吃罐头啊！大罐肉罐头，啪一发六罐。他说卖我，是啊，卖我呀，一点不坚定，意识一点都不坚定。老四可能是啊，不太喜欢小时候了，应该是啊，老四绝对是啊，移情别恋了，他肯定是移情别恋了。老四，老爷问你，你是不是有别的狗蛋子了，心里头？老师，你是不是心里头有别的狗蛋子了？爱上了别的狗蛋子？你别跟你媳妇抢。我们的爱情。你会唱移情别恋吗？不会唱。移情别恋怎么唱啊？来，今晚直播吗？这不一直播吗？家人们一直播，我这一直播啊，家人们，播到九十点钟啊，今天播一天就不播了啊，老铁们，今天晚上三元节下播就不播了啊，播到九十点钟太累了，哎呀，其实我应该多直播了，应该多直播啊，刷盆来。行不行？刷盆，这个盆。刷盆啊！欢迎大家伙儿啊！光老给你发奖牌了，四哥，快一二三，快点，四哥，快上，老师来，上，老给你发奖牌啊！我们看迷糊的爸爸，这是迷糊的爸爸，这是迷糊的亲爸爸啊！啊，我是迷糊他爷爷，不是，我是迷糊他。我是迷糊他五叔，他五叔啊！哎呀，哥，大侄儿呢？哥，我大侄儿呢？我想我大侄儿了。哥，你儿子呢？我说他五叔啊。啥也不说了，家人们，二话不说啊，啥也别说了，给我四哥赶紧安排好吃的得了，别扯那没有用的了，是不是，家人们？我说的对不对？对否？对不对，家人们？啊，五叔一会儿老爷，一会儿五叔，叫啥都行，我觉得叫啥都行啊，叫啥都行，你们想叫我啥，咱就叫啥，但是一般现在都管我叫老五啊，家人们啊，我咋的都行，家人们，我咋都行啊。我不想占的狗的便宜，我不想占我四哥的便宜，家人们啊，叫啥都行啊，叫我老五也行，
全网老爷卖货最幽默，谢谢大家啊！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四哥啊，四嫂子，哎，必须给我四哥和四嫂子一人一半。哎，四哥一半，嫂子，哎，给我嫂子一半，摸摸我嫂子啊，亲一口嫂子。哎呀，大嫂，哎呀，这嫂子真好，哎。这嫂子可真好，才刚才温兆伦唱的，对，刚才那温兆伦唱的歌啊，家人们，咱家这个火腿肠，老铁们，火腿肠，我四哥和我四嫂子特别喜欢吃啊，四哥来吧你，火腿肠好不好吃啊？这是好不好吃？是啊，好不好吃？老四啊，现在跟你感觉跟你沟通挺累呀，四哥呀，真费嗓子。15.8一包，家人们，火腿肠15.8一包啊！四哥给我老爷喊缺氧了，完了，四哥缺氧了，嫂子缺氧了，嫂，哎呦我操，哎呦我操，幸好堵得快呀，我操，我那小石头刚才又咬我一口，谁看着了？啊！这就是我不敢跟老四闹着玩的原因，老铁们。跟老四闹着玩，如果像小石头这样的人，康师咬我一口的话，我靠，老四要咬我一口，真就是扎进去了。咱们你说老四咬一口，咬住他，一口能不能把人脸皮给我薅下来？啊！老四，如果抱老四，老四一口咬着这个地方了啊，一口咬住了，能不能把脸皮给我薅下来？操！你坐着吧，坐下吧，太危险了啊，太危险，想想都后怕，老铁们，以后跟狗闹着玩小心点吧，别给我薅下来，操！啊，以后我就没脸见狗了，没狗见脸了，没狗没脸见狗了，没脸见人了。感谢榜一的烟花啊，谢谢榜一姐啊。谢谢榜一姐啊，石头来，哎，石榴不大，还，哎呀，小石榴厉害，小石榴可不一般，他脾气不好，可都老四给他惯的，俺们家都怕小石榴，我也怕小石榴。每次我给小石头关笼子里头，小石头都叫我，他不服，知道吗？他不服。哎，咬人还给他吃的，哎，他不是故意的，家的啊、哦。小石头不是故意的，指定是刚才我给他整疼了，兄弟们啊，我不给他赔礼道歉就不错了啊。就比如说，指定是刚才我抱着小石头吧，我在那亲小石头，这样的，知道吧？我肯定是碰哪个地方。碰耳朵呀，碰软骨上了，这么一使一捏，给小石头飞了。我操！我操！咬上了！哎呀，我操！咬人了，现在！我不闹着玩的吗？是不闹？是不闹着玩的？
迷糊最起码他生气的时候他知道呜呜叫唤，你知道吧？这小石头一点不叫唤，看见吗？直接咬，他咬到这块了，咬到这块了，没咬坏啊，老铁们啊，没咬坏，就牙碰牙上了，牙碰牙上了，里边那个牙在里边，外面牙在外面，咬住了，撸下来了一下子。你们能不能看清有道理吗？嗯，好了，不跟他闹着玩了，以后再也不跟小石头闹着玩了啊。老师来，老师过来，在这儿坐下来，在这儿。我还给你好吃的，小彪，是不是？老师来，老师上来，老师来，上来。你媳妇咬我了怎么办？老师上来，你上来，老师来。你媳妇咬我怎么办？啊，你坐好了，老师，你媳妇咬我了怎么办？你看我咬的，你不能再咬我一口吧？我跟你说，老四如果真要是咬人的话，他咬住之后指定摇头丝，你信不信啊，家人们？没出血。老四如果咬人的话，他咬着我之后，他指定摇头在那撕，啊，他不能咬人，我相信我四哥。行了，给我四哥奖励一下吧啊，给我四哥奖励，咱介绍个铁齿棒了行吗啊？咱介绍个铁齿棒吧啊，金牌销售员小迷糊没上班，小迷糊蛋呢上过班了，家人们，他白天上过班了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六星啊，六星小磨牙棒、小铁齿棒，清洁口腔异味，去除口臭。这小石头脾气可真不好，哎，这小石头脾气可真不好。我跟你说，我回头我翻一下这个回放，肯定我跟你说，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看怎么事。他一发四罐啊，34块就往前发四罐，六星铁齿棒一罐里有35根。家人们，这里边一罐里边35根啊，33根左右，33根，家人们啊，四罐加一罐一共是140根啊。不给你，我不给你吃，不给你吃啊！你不听话，你咬我啊！老四，看不着？哎，有好吃也不给你吃啊！你咬我了，你刚才犯错误了，知道吗？啊，咬人不能给。咬人高级不能给吃的，嗯，啊，人家卖货什么？老四和石头俩是夫妻，对。哎，老四你怎么分他一块呢？你俩一伙的，是不是老四？你俩是不是一伙的？啊？是不是一伙的你俩？啊？你别碰我！你是俩是不是？你俩是不是一伙的？你俩是不是一伙的？你俩老师，你跟他是不是一伙的？铁齿棒，家人们，咱家这个小铁齿棒。34.9元，啪一发四罐，家人们，34.9元，啪一发四罐啊！有需要铁齿棒的好朋友们，拍那铁齿棒，清洁牙齿，去除口腔异味啊！家里的狗子有口臭的啊，嘴里有味有异味的，口臭的狗子都能吃，都能吃这个啊！家人们，六星小磨牙棒啊，磨牙又洁齿，清洁口臭，去除口腔异味啊！他俩指定是一伙的。
亲这头，亲完这头亲中间啊。小点声，把狗吓走了。一看你就不怎么看咱家直播，我一看你就不怎么看咱家直播，家人们，一看就是，啊，一看就是新关注三文爹的，不知道咱家直播风格，老铁，啊，磕碜归磕碜，人老四是真不嫌乎啊！哎呦我的妈呀！老四是真不嫌乎我啊！那边亲完，这边还能吃进去，还能吃进去吗？啊？还要不要了？给你一个，你要啊？你也不听话呀，石榴！我还给你个好吃的。下一个，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家人们，这回我给大伙推荐一款好零食啊，家人们啊，给大伙推荐一款100%肉的零食，家人们啊，烘干鸭小胸。啊，给大家伙介绍一款烘干鸭小胸，老铁们。这个谁敢话有别人？烘干鸭小胸啊，老铁们，嘎嘎好吃。哎，这个鸭小胸，老铁们，这个鸭小胸可老带劲了，看见？这个、鸭小胸可老带劲了，看看，家人们，这已经不是一包了，家人们啊，这已经是半包了，这些已基本上已经是半包了，家人们，看到吗？哎。鸭小胸，狗都特别喜欢吃，家人们啊，每一只鸭子上有两片鸭小胸，家人们，每一只鸭上都有两片鸭小胸。咱家这个鸭小胸，我看上家人们，一包里边有多少个，家人们，一包里边有170多个，啊，家人们，170多个啊，100%的肉，家人们，100%的肉，170多个，只需59米，老铁们，只需59米啊，家人们，1斤59米，2斤直接下单是109米，家人们，相当于第二袋才多少钱？才50块钱，第二袋才50米，老铁们，啊，想给自己家狗子买一款好零食，不差钱的，家人们啊，对自己家狗子啊，就想吃好东西，老铁们啊，你就拍这个100%的肉。你家狗子指定拒绝不了，老铁们，指定拒绝不了，太香了，老铁们，太香了，嘎嘣脆啊，老铁们，看见吗？100%的啊，100%的肉了，100%的全都是肉啊！我都不想给小石榴吃，他总咬我，小石榴总咬我，你看见吗？看着家们，老滑子老好了，这个家们，就你拿这个零食，你去训狗，59块钱买一包，55米，59米买一包，你能训个170多回，老铁们，因为它有170多条，看家们，哎，啊，清热降火，家们，鸭小胸，清热降火，鸭小胸，老香了这个肉干，啊，狗子不吃包脆，啊，谁让你吃的？你尝尝，这玩意你回家可以尝一下子。你要待会儿又好信儿，这玩意人能不能吃？家人们啊，你回家只有你尝一下子啊，只有你尝一下子，啊，你尝尝，你看你喜不喜欢吃，知道吧？我尝不了，他妈妈也一口，他妈也吃一口，他妈是谁？哪个是他妈？这个是石榴，这是他老四，他俩是两口子，两口子拍个结婚照来，恩爱一下子。这也没有夫妻相吗？怎么还成妈妈和爸爸？怎么还成妈妈了呢？为啥钙片没有活动？钙片没有活动？我跟你说，家人们，咱家钙片是活动价啊。那个钙片59.9块，怎么不是活动价呢？老铁，你在别人家这个价格你根本就买不了，你根本就买不来。这个价格你们在外面根本就买不来，咱家已经卖的非常便宜了，家人们啊，好好看得了。看不懂就瞎说。肯定有夫妻相，哪来的夫妻？相差夫妻相，相差108000里。家人们，我跟你说，什么叫夫妻相啊？家人们，你看老四，
你看小石榴，知道吗？你看他俩的长相，你就能联想出来小迷糊，这就证明有夫妻相，说家吗？你看着小迷糊，哎，你就感觉哎，这小迷糊长得像小石榴，长得像老四，知道吗？哎，你就会发现老四和小石榴他也有夫妻相，怎么看呢？夫妻相丑就是像，啊，知道吗？像，哎，你没结婚之前怎么都不像，结婚之后怎么都像，结婚之后怎么都像，啊，日久肯定有啊，对吧？日久肯定是有。烘干鸭肉干，家人们想买烘干这个鸭小胸的啊，烘干鸭小胸，有需要的好朋友们咱们拍单烘干鸭小胸。这个谁该挖有别人那那那那我也想为你披发的爱我情伤听闻随缘分过去你不再问把动真是此际微微碰着我受伤烘干鸭小胸啊有需要拍的家吗啊还有一米八起不到去那跟我四哥没关系我四哥就算长得一米一一米一还得找个一米八的媳妇儿我四哥啊雪貂沐浴露家吗啊又想买雪貂沐浴露咱雪貂沐浴露就是马上要没有了这个价格以后你们也买不着了雪貂沐浴露家吗啊这个价格咱以后要改价了反正就剩最后这点儿就剩最后这点儿了家吗啊你们想买沐浴露的用好雪貂沐浴露都可以拍的家们雪貂沐浴露用好了的啊家们啊如果没用过雪貂的就拉倒了家们啊雪貂沐浴露持久留香抑菌止痒家们啊持久你可以拍家们你们可以拍深层啊清洁去污的老铁们啊沐浴露在几号链接沐浴露啊雪貂沐浴露在下方小黄车这个是看一下子啊家们别着急在第30号链接啊家们雪貂沐浴露啊第30号链接啊但是功效不全了老铁们啊雪貂沐浴露功效不全了啊你看一看我现在买了鱼油和钙片感谢啊明天就能发货了啊功效还剩下家们啊清洁去污的啊皮肤护理的清洁去污和皮肤护理这两种了家们啊一个清洁去污一个皮肤护理这两种是所有狗都能用家们这两种是所有狗都能用如果你们家的狗是金毛的话你就拍这个金毛专用家们啊这个是金毛专用的啊金毛专用拍金毛专用啊如果你们家的狗是幼犬的话你就拍幼犬专用了家们啊，清洁去污和皮肤护理是所有狗都能用的啊，家人们，啊，是不是去找七姨太太去了？七姨太太谁呀？啊，拍一发两瓶，家人们啊，雪貂沐浴露，你这个价格你们在外面指定买不着，老铁们，你们指定买不着，两瓶合着一瓶25块钱，老铁们，对不对？合着一瓶25块钱，来，家人们，你们三能某宝，你们搜一搜雪貂，家人们多少钱？来雪貂留香沐浴露家们单买一瓶啊45块钱一瓶老铁们你看吧你就选一瓶500克的啊家们500毫升的来看家们43.5活动价43.5看家们活动价43.5随便选一款雪貂沐浴露啊月销量多些家们月销9万已售9万单看家们已售9万单啊你看什么43.5块一瓶咱家是2瓶49.9啊2瓶49.9啊猫狗通用的沐浴露在小黄车45号链接啊那个某爵你快回家吧某爵我看说啥了我看什么玩意儿、啊、决定某爵某爵又说啥了又下单狗粮感谢巴迪啊感谢欧巴我安迪姐姐啊
感谢欧巴安妮姐姐，谢谢我，谢谢我姐啊，谢谢姐是对我们的，对我四哥的支持啊，让我四哥给唱首歌吧，行不行？让我四哥展示个才艺，四哥，四哥来喽，展示才艺了，四哥，老四，我操，老四，快过来来，老四，你快过来展示才艺了，你寻啥呢？上来，姐姐。这像支持，专门特地支持你了，四哥，你展示个才艺啊！咱让我们来一首才艺啊！元旦有活动吗？元旦有活动，姐，元旦现在有活动，元旦是买10个送8个，买20送20，买30送40，第19号链接，家人们，买30送40，第19号链接啊！今天在你家什么？就2分钟时间。花了好几百了，感谢我姐啊！来，四哥唱首歌，老四啊，给姐唱首歌行不行？四哥哟，十六准备好了吗？十六，老四啊，让我们唱一首，让我们动起双脚啊，让我们动起双脚。必须的啊，必须的，必须的，家人们啊，感谢大家伙支持我四哥，家人们必须把这个给你们展示的淋漓尽致啊，感谢家人们对我们的支持，感谢大家伙对我们的支持，把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送给在座的直播间每一位好朋友们，让我们以后在人生的道路上也要让我们祝大家伙也荡起双桨往前游的快啊，家人们啊，荡起双桨啊，老师挑大梁了，谢谢大家啊！下一款，老铁们，介绍什么玩意儿呢？啊，元气弹是不，家人们？这元气弹你们有需要的话，你们拍吧。元气弹现在有活动了，铁们啊！元气弹我就不想介绍了，家人们。这个元气弹我都卖了8年了，卖了8年了，真的，你们比我都要了解这个元气弹，比我都要了解这个元气弹的，家人们，对不对？买10个赠送8个，谁家有这个价格，老铁们？啊，买10个赠送8个。买20个，我给你们赠送20个，对不对？买20个赠送20个，啊，家人们，我给他俩一人一个棒棒蛋吃吧，行不行吧？我别的我无法表示我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无法表示我此时此刻心情，我现在只能拿起咱们家元气弹，给我四哥和我四哥他媳妇儿一人安排一个啊，家人们 ，OK 吧？土豆粉还有吗？土豆粉子，客服。土豆粉子在咱这下方小黄车，家人们往下翻第70个链接，家人们啊，土豆粉第70个链接，拍一发6袋，啊，家人们第70个链接拍一发6袋啊，什么玩意儿？咖啡又起毛了，别亲了，能不能别亲了？啊，这都什么节骨眼了，还亲呢？直播呢？直播的还亲啥呀？你非得把老爷号给亲黄的啊？你这老四，你非得把号给亲黄的，是不是？非得给他亲封号的，你就老实了。你们两口子这干啥呀？你们两口子了，这么能啊？你们两口子咋的了？干啥呀？缘分怪你，吓我一跳！咋的啦？
真的，我有一天我得让你。你们踩着脚了，老四，你踩着脚了，兄弟，老四，你踩着脚了，我不打他，你要护着他了，你护他干什么玩意儿？我说你踩着脚了，你护他护什么呀？我能吃了他呀？你还给搂住了，还给搂住了？我说你这边踩着脚了，这块儿松，狗粮优惠上车。家人们，狗粮现在已经是优惠价了啊！家人们，咱的狗粮现在也是优惠价了啊！狗粮在下方小黄车第四个链、第三个链接和第四个链接，第三个链接是小袋，家人们啊！来，我讲解一下狗粮，家人们啊！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咱这款狗粮，家人们，我先给你们讲解小袋的，家人们啊！小袋狗粮55米一袋，家人们，咱家小袋狗粮。冻干四品粮，家人们，冻干四品粮里边有非常多冻干，含肉量高达60%，含肉量高达60%的狗粮，家人们，啊，24%的高蛋白啊，24%高蛋白，而且里边有冻干鸡胸肉、冻干元气蛋黄、冻干圣骨肉、肉松、鱼油、羊奶粉，家人们啊，狗粮今天下单4斤狗粮只需55米，家人们一大袋。55米一大袋，我还给大家伙赠送一包15.8块的火腿肠一袋，我再给大家伙赠送2罐罐头，价值6块钱，老铁们啊，15.8块，家人们啊，加上6块钱，总共20块钱，家人们啊，相当于狗粮才35块钱，相当于狗粮才35米，想买狗粮可以拍单，3个月以上所有狗都能吃，而且不吃包退啊，家人们啊，8斤狗粮99米发2袋4斤。16斤狗粮179米发4袋4斤粮，家人们啊，狗粮3号链接，想要小袋的，什么样的类型的去拍小袋，家人们，什么样类型的狗拍小袋啊？家里是小型狗、小型犬、泰迪、比熊、雪纳瑞这种小狗、八哥啥的，家人们啊，拍小袋的狗粮，因为咱小袋狗粮，我给你发的是一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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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明白吗？一小袋一小袋的啊，大袋狗粮的话适合大型犬拍，家吗？大袋狗粮是直接一大包20斤啊，家吗？直接一大包20斤，咱们家大袋狗粮下方小黄车，这是第四个链接，家吗？啊，一大袋20斤的狗粮只需，家吗？多少钱？190米啊，一大袋20斤的狗粮只需190米，想买粮的有需要粮的好朋友们，咱们可以拍单狗粮啊，190米啊。我家拉拉才2个月能吃吗？2个月的话吃奶高粮啊，如果你们家的狗才2个月的话，你拍奶高粮啊，狗粮35%的含肉量啊，鲜肉，而且10%的冻干啊，里边加了个10%的冻干，小你家狗才2个月小狗的话，拍第32个链接的奶高狗粮，第32个链接的奶高狗粮啊，可以拍一单啊。咱家三位小时候吃的全是那款奶高狗粮啊，老四果然与众不同啊，好汉无好妻，可惜老四这么帅，好汉无好妻，好汉怎么无好妻，孬汉娶娇妻是吗？赖汉娶娇妻，好汉无好妻，无好妻，我也不属于好汉呗，媳妇儿，家人们，我娶个媳妇儿，我是好汉吗？我是好汉吗？好汉无好妻，那我应该是不属于好汉，我娶了个好媳妇儿，我应该属于赖汉娶娇妻，应该是，我属于第二，我属于后者，家人们啊，赖汉娶娇妻应该属于，狗粮钙片啊，罐头鱼油都买了，感谢啊，但是狗粮不在一块发货，啊，狗粮跟其他都不在一块发货啊。好汉无好妻，赖汉娶花枝，赖汉喜花枝啊，哎呦我的妈呀，那没有好女人吗？你的意思是啊，好汉无好妻，赖汉娶花枝啊，家人们，好男人娶不着好媳妇儿，赖男人也娶不着好媳妇儿，那就是没有好媳妇儿呗，
是不是？我家狗刚生了泰迪，拍那款狗粮。刚生了泰迪，你刚生泰迪，你拍第32个链接的奶膏粮啊。第三十二个链接的奶膏狗粮啊，拍那个奶膏粮啊。咱那款奶膏粮是专门给小狗吃，哺乳期的母狗以及离乳期的小狗以及怀孕期间的狗子吃啊，怀孕期间狗都可以吃奶膏啊，家们啊，小袋子狗粮不是49吗？之前是在厂家的活动，现在没有这个活动了啊，现在没有这个活动了啊，家们，好的，谢谢啊，感谢家们啊，老四啊。四个蛋呢？四个蛋上，上上上上，老子上，上上给旺蛋啊！老给旺蛋吃，上上，老子上。这小石榴为什么对老四这么好呢？啊？你看见没？小石榴为什么对四哥这么好呢？对我咋就不好呢？啊？嗯，小六，给我四哥和我四嫂一人整个蛋吃啊！啥也不说了，家伙啊，旺旺蛋啊！对，那个没有活动了啊，家人们，那个已经现在没有活动了。那个谁给我有别人？第19号链接，家人们，第19号链接啊！哎，咱家这个是。旺旺蛋买10个送8个啊，里边有鸡胸肉、鸭胸肉、鸡素啊、黄金瓜、胡萝卜、鸡肝、西兰花、大豆纤维、卵磷脂、小麦胚芽、亚麻籽啊，还有鸡心啊、蛋黄粉，同学们，老师带的球，你们想要老师带的球的话，你们直接拍就行，家人们啊，别跟我讲价了，家人们，因为那个球本身就。人家卖19.9一个，人家卖19.9一个，咱家卖12.9一个，在第55号链接，55号链接，你们直接去拍吧。四哥，转过来，就我四哥身上带这个球，就带身上玩。这球就我四哥往身上带，其他狗子不往身上带。其他的狗子如果给带上之后吧，他们就给整开了。55号链接，球在55号链接啊。对，老四老实，他不瞎咬。啊，这球在我四哥身上带着吧，我四哥还愿意带，其他狗子不愿意带，知道吧？他们都不愿意带这玩意儿，就老四愿意带这个东西，啊。赖汉取花枝，那我也不是赖汉呢，我媳妇也不是花枝啊，花枝是什么媳妇儿？花枝，嗯，花枝是什么媳妇儿？花枝就是花花呗。是不是就西门庆呗，黄潘金莲呗，嗯，赖汉去潘金莲，哎，一个旺蛋啊，老四出来，老四，家们啊，我现在我要上趟厕所，我考验一下他们俩啊，我要考验一下他俩，球没有大号的啊！老四，这个好吃的你俩一人一个，只要我回来能吃啊！不许吃，听没听见？我得说你，我得说你，就你吃，就你吃，就你吃。他还吃，你看他还吃，你看啊，他还吃。我怎么说小熊不好使？不许吃啊！
行啊，这把行啊，小石头这回听话了啊，俺家小石头大的这回听话了啊，老四也听话了啊。给老四一个，给小石头一个，小石头也非常听话了啊，你还给奖励啊，听话就给奖励啊，不听话就得挨揍。我点过他了，我刚才出门之前我点他了，知道吧，所以他会听话啊。老师你蛋呢，老师啊，原因蛋呢，老师啊，哎，四哥你的蛋呢，你小时候还有大半拉呢，你的蛋呢，大蛋呢，老师大蛋，你吃到啥味儿的吗，四哥你尝到啥味儿的了吗，尝没尝到啥味儿的，老师你俩一人一个啊，你不能吃小石榴的啊，没了，吃啥东西都快，老师吃啥了都快，下一款你看吧，来个罐头啊，来个肉丝罐头啊，给我四哥来个肉丝罐头啊，再来一个鸡肉丝，老铁们鸡肉丝罐头啊，一罐是80克，老铁们一罐80克，我把这个罐头打开，小狗只能吃狗粮吗，两个小狗什么能吃什么零食，你尽量不要给它吃零食，老铁尽量不要给它吃零食啊，为了你们家的狗的健康尽量不要给它吃零食啊，因为小狗的胃肠消化系统不是那么特别好啊，建议3个月以上给它喂零食啊，3个月以上啊，家人们小狗太小了，知道吧，就怕它生病啊，我跟你说3个月之内的小狗一旦生病了那可是致命的啊，家们那是致命的啊，比如说细小病毒这那的肠道疾病啊，消化问题的疾病那都是致命的，老铁尽量不要给它喂，就算它能吃我感觉也不要给它喂，尽量等这3个月之后，知道吧，因为它吃狗粮就已经足够了啊，家人们来想买罐头的家人们啊，鸡肉丝罐头，四哥你们香不香，老师看香不香，哎我靠你哥，四哥你怎么偷袭呢，你怎么偷袭呢，老师这鸡肉罐头老香了，看见没，哎呀真香啊，哎呀我的妈呀，老师啊这个鸡肉丝罐头可真香啊，14.9元6罐，老铁们啊，鸡肉丝罐头今天下单，老师，老师，你看看，老师来，你看看，老师做好了，老师，老师啊，你看吧，鸡肉丝罐头今天下单14.9元6罐，家人们14.96元，39.9元20罐，39.9元20罐，老铁们。看5号链接，老师来，等会儿啊，等我介绍完这个罐头的啊，家人们，四哥，拌粮吃，这个罐头就给狗拌粮吃，狗的可喜欢吃了，脑袋紧了，脑袋紧了。狗狗掉毛严重，吃点啥，吃点鱼油，家人们啊，吃点鱼油，5号链接是咱们家大肉大块肉啊，姐5号链接到是咱家大块肉罐头啊，这个肉罐头看了吗，大块肉含肉量60%，60%的含肉量啊，其中家人们啊，这个是牛肉蔬鸡肉蔬菜的啊，这个是牛肉蔬菜啊，鸡肉50%，牛肉10%，然后里边有3%的胡萝卜啊，家人们啊，胡萝卜鸡肉蔬菜，鸡肉胡萝卜的家伙的是啊，然后呢，总共是1罐375克，发6罐，1罐375克发6罐，啊，狗的掉毛的话就给它吃点深海鱼油啊，深海鱼油在咱们家下方小黄车第6号链接，老铁们，深海鱼油在第6号链接，大伙直接拍就行，直接去拍就可以了啊，家人们，罐头老好了，这罐头哈、啊，我现在给你们看这个罐头，家伙啊，哎。那个是大块肉罐头啊，我现在给你看这个，家人们，我现在给你看这个，我觉着家里养狗的都能拍一单，家人们都能拍一单啊，因为这个罐头猫咪狗都能吃，14.9元6罐，14.9元6罐，一罐80克啊，一罐80克，
14.96六罐，一罐80克，是多少克呀？啊，6880克，知道吗？一共是480克罐头，其实挺划算，老铁们，其实这个罐头挺划算，知道吧？我觉着挺好的，老铁们啊，六罐罐头，一罐80克，才14.9块，买多少罐家吗？6880克，家吗？将近500克罐头，14.9，将近500克罐头，专门给狗蛋的拌粮，老铁们，专门给狗蛋的拌粮啊，家吗？这要是你给你家狗子拌了粮食，老铁们，你看啊，这口吃它绝对了，家吗？啊，这狗粮往里一拌，老铁们看，这狗粮往里一拌啊，整一罐罐头，狗粮往里一拌，那真的，家们，那看看，老带劲了，狗子老喜欢吃了。家里有狗子，有现在挑食的，家们啊，有挑食的狗都可以拍这个回购狗粮，拍完了，感谢小板凳，谢谢小板凳对我们支持啊，对，啊，鱼油拍了吗？鱼油在下方小黄车第六个链接，在第六个链接的深海鱼油，老铁们，啊，想买罐头的家们，鸡肉丝罐头拌粮吃，你看行不行？家们看，这我刚才新拌的啊，看见吗？鸡肉丝罐头，鸡肉丝老多了，看见吗？鸡肉丝老多了。啊，给狗子整点狗粮，往里一拌，家们，这一罐罐子才合了多少钱？家们，六罐才合了2块多一罐。你拍，家们，你们拍39.9块，39.9块我给大伙发20罐，家们啊，合了2块钱一罐。你往里边添点狗粮，往里边添点狗粮，家们，一罐拌点狗粮，狗子就老喜欢吃了，知道吧？还便宜，买啥去？家们，对不对？泰迪能吃吗？当然可以吃了，小罐子泰迪能吃，家们啊。肉丝罐子，纯鸡肉丝，增肌长肉，补充蛋白质，老铁们，增肌长肉，补充蛋白质啊！哎，里边有什么呢？家们，鸡汤、鸡肉以及亚麻籽、木薯粉，老铁们，这里头啊，泰迪可以吃，比熊也能吃啊，大狗小狗都能吃这个小罐子，家们，大狗小狗都能吃。你看配上狗粮就是这种，家们，配上狗粮的话就掺完狗粮就这种了啊！这肉丝老多了，家们，纯鸡肉丝啊，这纯肉丝的啊，家们。啊，是不是挺好？老师来开饭了，四哥，四哥哎，老师哎，开饭喽，四哥哟，不看，猫能吃吗？猫咪能吃，家们啊，这个链接里边，家们，现在我给你们推荐这个链接里边还有金枪鱼的啊，家们，金枪鱼和鸡肉的价格都一样啊。金枪鱼和鸡肉的价格都一样啊，你们可以拍一个上里边找这个金枪鱼罐头，家们也是拍一发六罐，看见吗？啊，猫咪罐头，家们看着吗？猫咪专用罐头，金枪鱼啊，木瓜，金枪鱼木瓜，看见吗？可以拍这个金枪鱼的啊，家们，20罐鸡肉丝罐头39.9块，家们，20罐金枪鱼木瓜罐头。啊，家们，39.9啊，家们，还有鸡肉丝，48罐鸡肉丝以及48罐的那个什么，48罐的猫咪专用罐头，家们啊，都有啊，给你选项，你想拍哪个就拍哪个。四，这个四口性好，喜欢吃。四哥哥呢？四哥哥，老师来，坐下，老师来，吃饭，老师来，过来来，老师上来来，老师，过来，在这边，老师来。我四哥吃完这些基本就饱了。老师来，上来，四哥，上，老师，上来，上，这边，老师上。我就把球给你没收了，是不是？来，老师，上，老师上来。好，老师上来之后把球给他就好了。啊，吃饭吧，老师。啊，吃完饭咱一会儿下播了，老师啊。嗯，四哥来了，四哥你得打招呼了，四哥啊。吃饭，你看这罐头，狗蛋子嘎嘎喜欢吃，看，家人们，是否性好，鸡肉丝特别多，这罐里鸡肉丝特别多，啊、嗯，我看，今天晚上啥也不用喂了，兄弟们，咱今晚啥也不用喂了，今天是零食自由，啊，零食自由，啊，什么都自由了，家人们，今晚上狗粮也自由，随便吃，可劲儿造，敞开了吃，今天晚上这是，啊，石头来。石头今晚也是敞开的吃，看。我跟你说，咱家这些宠物零食，包括这些宠物用品，家们啊，都是经过咱们家的狗亲身测试之过的啊，都是老喜欢吃了，我才能给大家推荐。不，狗子不喜欢吃，不爱吃，我都不能给你们推荐，兄弟们，知道吗？嗯，你看我搬了一小盆狗粮，一会儿一点都不能剩，一点都剩不下来。
这果然一点都剩不下来。你看，小石榴吃不了那么多啊，老四吃的多啊。谁给谁给我有鼻炎？老四，你给你媳妇吃一口呗。给他媳妇来，来一口来。好吗？咋样，四哥？来，四哥，来，吃吧。没了，没了，让我四哥吃了个底朝天，吃没了。老爷没我唱的好，什么祝福？朋友，我永远。老爷晚上还直播不？晚上，今天晚上不想播了，老铁们啊，因为啥呢？今天播一天也累，啊也累。再一个吧，我有个朋友明天结婚，我有朋友蛋子明天结婚，老铁们，明天早上结婚，明天早上六点就起来，知道吗？六点就得去，我五点就得起，我五点就得起来，啊，一个多月拉布拉多能吃三号链接的狗粮吗？可不能吃啊，别吃三号链接，吃第32链接狗粮啊。你家狗子才一个多月是吧，一个多月你吃奶高粱，你相信我的，你吃奶高粱啊，因为你家狗子小狗太小了，消化系统还不行，给它吃点软乎的啊，这个狗粮拿回去之后啊，像你家小狗的话给它小泡一小把啊，你泡多也行，小少了也不好泡，知道吧，你泡一天的量，你泡一天的量，然后一天给它喂3次啊，第32个链接奶高粱42米一袋，42块钱一袋，一袋是3斤啊，一袋3斤啊，老爷直播不，估计大伙爱看老爷直播，个直播吧，你说播什么，播婚礼拉倒，不播婚礼，不是咱结婚，也不是我结婚，哎呀妈，家等3天二婚的啊，我直播啊，等我那啥的啊，家伙啊，等那个咱家助理结婚的啊，老铁们啊，等咱助理结婚的时候我再整，我给大伙直播了，铁们啊，我得给大家直播一下子啊，太晚了，老铁们啊，晚上好，小迷糊，听说晚上好，小迷糊，听到小迷糊来呀，家人们，别让小迷糊来了。听见冬天的离开。小石榴也吃不动了。听见冬天的离开。小舅子不上学了呀，小舅子上学呀，小舅子只不过还没开学呢，家们，牛肉粒了，铁们啊，这个牛肉粒家里的狗子都能吃，家们，这个牛肉可好了啊，家们，就是它的日期吧，家们，不是那么特别好，日期是2023年4月2号，家们。4月2号，4月份的保质期，保质期18个月，老铁们啊，然后呢，其中有牛肉40%啊，鸭胸肉25%，麦梅加了一个2%，啊，家们，咱家这款泰迪1岁半吃啥好？狗粮啊，1岁半的小泰迪是吧？你给你家狗子拍第3号链接的狗粮就可以，我建议你拍8斤的啊，8斤狗粮99米，我给你发2袋4斤啊。我建议你拍8斤的狗粮啊，你拍8斤，我给你发2袋4斤，你不用怕你家狗子吃不了，你吃完这袋再开那袋，知道吧？而且我还给你赠送一包火腿肠啊，一包火腿肠，我再给你赠送2罐肉丝罐头啊，再赠送2罐肉丝罐头给你家狗子拌粮吃，
啊，非常非常好，家人们啊，含肉量35%，蛋白质大于24%啊，适合3个月以上所有狗都能吃，不挑品种，啊，好吧，家人们，他姥爷老四呢？老四上面，老四在下面趴着呢，老四在趴下面趴着呢啊，来，我给你们看咱这个小牛粒儿，老铁们啊，这个小牛粒儿你们想拍照可以拍，真没有多些了啊，卖完这批的小牛粒儿我也不卖了，这小牛粒儿啊，家人们。75%的含肉量的小牛粒，家人们，有蔓越莓牛粒和蛋黄鸭肉粒，家人们啊，第44号链接啊，蔓越莓牛粒和蛋黄鸭肉粒啊，含肉量75%的含肉量啊，你把四哥请出来，四哥他不来，不愿意来，我四哥啊，磨牙棒有泰迪吃的吗？磨牙棒有泰迪能吃的啊，有泰迪能吃的。老师，快老师来，我都给你推荐啊，我专门磨牙的啊。如果你想买一款磨牙棒是专门给狗子磨牙的，那么我推荐给你拍哪个呢？啊，你就可以拍咱家下方小黄车第40号链接的狗，40号链接的磨牙棒，40号链接里边是外面是鸡肉，里边是牛皮啊，里边是牛皮的。啊，可以拍那个，啊，还能这样发呀，真好。老师，老师来，四哥，走回家。石头来，老师过来，老师，走。老师，人想看你，快来，上，老师，一二三，老师上，一二三。我把球给我四哥一塞，我四哥就上来了。啊，家人们，泰迪1岁半吃那个狗粮可以，家人们啊，泰迪1岁半的话就吃咱下方小黄车第3个链接的狗粮可以啊。如果你想买大袋的话，你就拍第5个链接，20斤的狗粮190米，啊，这个磨牙棒是39.9元一罐、两罐、三罐、四罐，家人们。39.9元，这个牛肉粒啊是发4罐，家人们，牛肉粒39.9元往前发4罐啊。你看可喜欢吃了，看小牛肉粒，家人们，老四本身吃不动了，你看我四哥现在已经吃不动了，啊，都懒得吃了，他都吃不动了。这牛肉粒反正好，家人们，反正好，我四哥今天没少吃东西，啊，家人们，没少吃东西，啊。3或5啊，不是5，买第3号链接或者第4号链接的狗粮啊。想买大袋的话，买第4号链接啊。牛肉粒拍一发4罐，家人们，牛肉粒拍一发4罐啊，75%的含肉量啊。换狗，换腐妞，腐妞也吃一天了，老弟们，腐妞也没少吃东西。我腐妞他妈白减肥了，还给让腐妞吃东西，白减肥了腐妞。我给腐妞减肥多难啊，老铁们，那狗子越减越肥，那狗子是越减越肥，知道吗？我都放弃了，给腐妞放弃了，都不想给它减肥了，怎么办？啊？毛不亮咋整？吃点鱼油啊，家人们，吃鱼油，深海鱼油，在下方小黄车第6号链接，家人们，深海鱼油拍一发2瓶，49.9元，家人们，拍一发2瓶，49.9元。毛不好毛不顺滑的都能吃鱼油啊，老铁们啊，毛不好毛不顺滑的，毛没有光泽，爱大量掉毛的啊，家人们都可以吃鱼油。咱这款鱼油里边特别添加卵子欧米伽3，可以促进血脑血管发育啊，家人们啊，添加维生素 D 可以促进机体对钙和磷的吸收啊，保护滋润关节啊，缓解关节不适，而且可以黑亮鼻头，提高狗机体免疫力，猫咪狗通用啊。这款深海鱼油猫咪狗都能用啊，一瓶是60粒，2瓶加一块一共是120粒啊，120粒包到家。这个鱼油吃上1个多月就能看出效果来啊，家人们啊，鱼油主要就是给狗狗补充营养的，老铁们，补充营养的啊，对，大狗小狗都能吃，猫咪狗狗也都能吃啊。泰迪磨牙棒选哪个啊？泰迪吃的磨牙棒，等一会儿啊。泰迪吃的磨牙棒在第40号链接啊，第40号链接5寸磨牙棒，这个小磨牙棒是5寸磨牙棒啊，专门适合泰迪啊、比熊啊、小狗八哥啊、柯基啊、萨摩，不是那个柯基啊，还有那个
斗牛犬，家们啊，类似这种小狗吃啊，家们里边是牛皮，外面是鸡肉啊，里边是牛皮，外面是鸡肉啊，适口性也好。来，小麦棒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拍一发五袋，一袋里有七根，武器一共35根啊，家们，一共是35根。来，一包、两包、三包、四包，哎，家们，给大伙发五袋，50米发五袋，合着9.9一袋啊，家们，我给你看里边什么样的，里边就这种的，家们啊，啪一发五袋，朋友们啊，里边就这种的，里边是牛皮啊，家们，这里边是皮的，外面是鸡肉，看到吗？外面鸡肉提高适口性啊，增肌长肉，提高适口性，补充蛋白质。里边这个牛皮耐咬耐磨，耐咬耐磨，保质期多长时间？保质期是咱家这款小麦棒，保质期是18个月，了解吗？啊，18个月，啊，这个保质期还剩6个月了，懂吗？啊，还有6个月啊，你们有需要看好日期，了解吗？啊，还有6个月的保质期，家人们啊。应该不能，不是6月保期啊，不是6月，2023年4月份的啊，家人们，2023年4月份的啊，咱看最新的，家人，咱看最新的这个保质期，2023年4月份啊，趁现在才过去几个月，过去5个月了，还有13个月的保质期，13个月啊，家人们啊，这个麦芽棒还有13个月的保质期，不是6个月保质期啊，因为这个我这块有一包，这个麦芽棒是2022年8月的啊，但是这个也。但是这里边有新日期的，新日期的话就是家们，就是最新日期的啊，这个是最新日期，家们啊，咱就按最新日期来，因为老日期全卖完了之后咱们才能进新日期的，对不对，家们啊，然后呢是2023年4月1号的生产日期，保质期18个月，老铁们，到明年的年底吧，到明年的年底啊，有没有2个多月吃的狗绳，2个多月的狗的狗绳子没有，2个月小狗太小了，你别给它用狗绳。2个月的小狗太小了，大狗小狗啊，拉布拉多呀还是什么呀？拉布拉多的话，你可以给它拍个狗绳，啊，你拍小号的，咱狗绳拍一发2条，啊，还便宜，是不是？以后想换绳还方便，是不是？你不心疼，对不对？买个便宜喽嗖的啊，买一个那个结实的，结实耐用，而且还便宜，性价比比较高的，拍第39个链接，啊，拍第39个链接的狗绳。换牙期间能吃磨牙棒吗？换牙期间能吃磨牙棒吗，家人们？啊，能吃，老铁们能吃啊。我跟你说，家人们啊，狗的换牙期。啊，他先换前边后换下边，知道吗，家们啊，他先换前边后换下边，他磨牙是用后面去换的，家们啊，去用后面去咬，他磨牙是用后面去咬，他不用前面去咬，知道吗，前面和后面换牙时间都不一样啊，家们，换牙时间不一样啊，前面后面牙的话换牙比较晚啊，前面的牙换牙比较早啊，家人们比较早提前就换了啊，后面的大牙啊换的晚一点，你看是哪个阶段，正常的话你吃点也没有问题，老铁们，狗本身你不给它吃磨牙棒它也喜欢咬东西啊，你就不给它吃磨牙棒它不一样咬东西吗，一样愿意磨东西，愿意磨牙一样，知道吧，啊，今晚还能跟狗子一块娱乐吗？今晚不跟狗子娱乐了，家人啊！今晚三兄弟就不跟狗子一块娱乐了。谢谢大家伙啊！谢谢家人们一直对我们的啊关心啊，一直对我们的这个期待，家人们一直对我们的期待。谢谢大家啊！今天就卖点宠物用品了，铁们啊！三兄弟就是周6、周天能卖点宠物用品，其他时间基本就不卖。老铁们，我其他时间基本就不卖啊！你们想给自己家狗子买个大罐肉罐头的家，可以拍单罐头啊，罐头拍一发6罐啊，拍一发6罐，一会儿三爹下播了，家人们啊，一会儿三爹下播了，在这儿啊，来，我给大家看这个罐头啊，家人们，
罐头啪一发六罐，来鸡肉、鸡肉、牛肉、鸡肉蔬菜和牛肉蔬菜的，家人啊，罐头老带劲了啊！我开一罐，你看，看到吗？看见吗？这罐头就跟火腿肠一样，家人们啊，火腿肠就跟火腿肠一样。罐头含肉量高的罐头，它一倒出来就能倒出来，一倒出来一整个的，看见吗？倒出来的罐头是一整个的，啊，鱼有小猫能吃，小猫可以吃啊。如果它都是淀粉罐的，家们啊，它如果是淀粉罐头，你信不信？你肯定倒不出来这种形状，你肯定倒不出来，家们，你一倒它就碎了，稀里哗啦了，知道吗？咱家这个罐头一倒出来是一整个的，满满一罐，满满登登，看见吗？这罐头满满登登的罐头。啊，两个多月的，两个多月就可以吃鱼油，家们啊，两个月的小狗也能吃鱼油，啊，它属于营养补充剂，鱼油是给狗的补充营养的，老铁们啊，它不是药品，它不是药品，啊，它能吃鱼油，给狗的提供营养，几天能到？几天能到的话，今天拍明天发，三天两天呗，最多三天，三天往远了说就三天就能到了啊，家们。三年就可以到，来点水喝。我要真为你飘忽的爱换情深，鱼油是直接放狗粮里给它吃吗？鱼油直接挤在狗粮里就行啊。鱼油告诉你怎么吃，家伙啊啊！小鱼油，老铁们，鱼油怎么吃呢？我一般都是这么喂，老铁们，把这尾巴，它有个小尾巴，鱼尾巴嘛，你看小鱼形的吗？小鱼形这个小鱼油，老铁们，掐住这个尾巴，家伙们一拧。家人们一拧就开，你看见吗？掐着尾巴一拧，拧完之后直接给它滴在狗粮上，两滴、三滴、四滴、五滴、六滴、七滴、八滴、九滴、十滴、十一滴吧，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滴，家人们。家人们，十八滴，你们知道有多少？有多少吗？十八滴子，基本就能知道有多少。家人们，你们知道一滴水是多少毫升吗？有没有知道的？一滴水是多少毫升？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记过，我都知道，能背下来。一滴水是多少毫升？一滴水是0.05毫升，0.05。知道家吗？0.05毫升，0.05乘以13滴呀，啊，不到1毫升。鱼油是拍一发两瓶啊，家们啊，鱼油拍一发两瓶，在第六号链接啊，49块钱拍一发两瓶。对，直接给它滴在狗粮里头，直接让狗子吃就行了，铁们啊。两月拉布拉多可以吃，那我拍了啊，给他吃鱼油。就是你家两个月拉布拉多的话，两月拉布拉多看体重是多些啊。这个鱼油不是说看几个月吃的，是看体重。如果你们家的狗子特别重的话，我估计两个月拉布拉多的话，两个月拉布拉多的话，你一天给狗吃两次，一次吃一粒啊。我一天给狗吃太小了，一天给它吃一粒就行，一粒啊。一天吃一粒啊，给它拌进，给它滴进这个狗粮里边吃就可以啊，鱼油。49块钱两瓶，49块钱两瓶包邮到家啊。
红林里头把头上，雨还在山里说的对吧，山里呀山呀水，水里头木有发生。我再给大家伙看看什么呀，再把这个大洗刷刷磨牙棒啊，大洗刷刷洁齿棒，拍一发六根啊，大洗刷刷，哎呀太香了，拍一发六根了，老铁们啊，六根洗刷刷磨牙棒，专门帮助狗的清洁口腔异味，去除口臭的啊。他们几个都站不起来了，俩太困了，可能太累了，知道吧，所以就不让老师上来了啊，我就不让我四哥上来了。这个洗刷刷，兄弟们，这个大洗刷刷啊，拍一发六根，一根是162克，这根啊，一根是162克。问明天我就拍了。旁边是老四吗？给泰迪吃鱼油，一天吃几次？吃多久？吃上一个多月，咱们吃上一个多月就行啊。吃一次吃多些呢，根据体重，一次至少一次吃多些是根据体重啊，家伙啊。这个磨牙棒它是磨牙洁齿清洁牙齿的，老铁们，这个啊，洁齿棒这么大一根啊，然后狗会去咬啊，家伙啊，就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起到一个刷牙的作用啊，家人们，这么大一个，狗的适口性特别好，来自大品牌雅和，家人们，雅和磨牙棒啊，六斤半的，泰迪吃油一次吃六斤半，那你就给它吃一粒啊，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粒啊，家人们，小于10kg 啊，断奶，体重啊，家人们啊，就是一次吃两粒儿，一次吃一粒儿，一天吃两次啊，一天吃两次就可以鱼油啊，这一瓶能吃一个月，这一瓶就能吃一个月，两瓶的话能吃两个月，你吃完这两瓶你就能看出效果来，家人们啊，吃完这两瓶就能看出效果来，你家小泰迪啊，买一单就行。一单啊，第六号链接鱼油啊，第六号链接，老四咱走吧，四哥咱走吧，起来了，四哥下班了，四哥清，老四来给你个磨牙棒吃，老四你是不是，老四老四你来，老四你俩给你洁齿棒是不是，老四给你来一个，往退，老四来，三去，一二三去，老四，老四特别喜欢吃的小磨牙棒啊，磨牙清洁牙齿去除口臭，我四哥可喜欢吃，老四，老四过来，在这吃，老四，老四这么吃，在这么吃，老四拿来，可真是，老四这丢捡芝麻丢西瓜，又捡芝麻丢西瓜呀。来，四哥来，一二三，去，给你吃吧。我拍了，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磨牙棒小的没有了吗？磨牙棒小的有啊，小的磨牙棒在第40号链接。小磨牙棒在第40号链接啊，我四哥吃这个洁齿棒，不用总喂吧，拍了，就一天一喂就行。啊，磨牙洁齿，你看小石头碎的，石头，你跟老四你俩晚上都不睡觉啊？啊，石头，你看。
这眼睛睁不开了，你看里边那个眼，你看里边那个，你看里边的眼皮里头，你看就露个小缝啊，就露个小缝。石榴，你看前面，你说小石榴长得瘦吗？你看小石榴是不是长得一点都不瘦？老铁们，一点都不瘦，其实他长得挺胖，知道吧？啊，也红了。清洁牙齿这个啊，家人们，不漂亮啊，吓死我了。那这个角度瞅老四哥好不好看？老四喜欢吃的结石棒，脑瓜越嚼越大，他脑瓜越嚼越大，越磨牙越大。宠物浴巾没有，家人们，宠物浴巾没有。老师跟巴顿真像，石榴生病了吗？没有，没有啊，小石榴没生病。小石榴如果生病的话，也是相思病，也是想老四。他也是想老四才生病。吹云分怪你把塞门把东站西起在微微红尘我烧身。四个吃多香，四个吃真香。石榴不吃吗？石榴吃不动了。啪一发六根啊，家人们，20多块有六根啊，大狗都可爱吃了，这个大狗，我可以给你家狗当盘一个，嗯。吃的直打呼噜，憨，你看打憨，小手蹦着吃，老四小手蹦着吃，哎呀，哎呀，四个的小手蹦着吃的真带劲呢，老四，嗯，还有两袋要吃完了，主播。叫自己家狗咬了一点点，不是不是必须打的，嗯，这个是自愿家的啊，你们想打就打，不想打就可以不打。这个东西你相信他的话你就不打，你不相信就打，你心里你看你心里咋想的吧。有的人一辈子让狗咬了一辈子他也没事，家人们啊，有的人咬狗让狗咬一回就已经得狂犬了，这个不一定说不准啊，我也说不准，谁都说不准。谁也不知道谁有没有狂犬病，然后得上就废了。你现在要打上的话啊，至少你有100%的几率能躲过这个病。如果你不打的话，你有几率100%躲不过这个，你要不打的话，你说打还不打？你打上的话，基本是100%的，你没啥事儿了。你如果要不打的话，你肯定不是100%没事儿了，肯定还是有几率有这个狂犬病。好几次呢，我没打，我真就看自己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对。就看自己怎么看待这个事儿，有的人吧，家人们心里不得劲儿，知道吧？总想去打，哎，总寻思，知道吧？心里有那个，就是
什么病也叫啊，总生怕自己得病，没有病也感觉自己有病似的那种，啊，总瞎想就不行。我上几年也是叫我家狗划伤了，打了四针，就是一个心理作用，兄弟们。没事，没咋的，看我四哥吃麻辣棒呢，家人们。吃完了，我四哥吃完了，戒指棒，啪一发四根这个小戒指棒，家人们啊，想买戒指棒的好朋友们。待会儿拍单截止棒啊，今天拍明天发啊，磨牙截齿一大根儿162克，家人们啊，第一次叫一只狗咬到现在40年了。对呀，那证明那只狗肯定没有狂犬病呗，是不是？再一个这个狂犬病都是有潜伏期的，老铁们啊，不一定哪只狗把你染。哪有那么点背呀，老铁们？啊，几率很低啊，但是它也有几率，几率即使很低，它也有几率。老大死妞回去了，家人们，现在播了一天了，今天播了一天了，家人们啊，他们都吃了。老大死妞，老大是跟小迷糊一伙的，他俩一起来的。啊，三文和不是。啊，石榴是和腐妞一块来的，老大和迷糊一块来的，三和老四一块来的，啊，他们吃完了，每个狗都来，大家直播是每个狗都来，家人们，我谁也不偏向谁，啊，小舅子没走，啊，小舅没走，谁也不偏向谁，啊，家人们，谢谢大家伙了啊。然后三元爹今晚直播就到这儿了，家人们，我就到这儿了啊。狗毛真顺溜，你看老四毛好看是吧？谢谢大家伙，谢谢家人们，谢谢在座的每位好朋友们啊！祝大家伙晚安，家人们晚安，明天再播啊。拜拜。